那里啊，对。硬要两个签。还不起了。没有啊，之前就两个，只是它延长到这里，有没有延长过了？之前就两个。对，之前就两个，之前走地下道就是就有一个，然后两个，一个垒上，一个篮下。啊，对，它、啊、现在就是你看那边撤掉了，这之前好像这一行，这样这个是火车的部分，啊，它撤掉了，变，但后面那个是新的。这样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？它撤掉就。访寮车站，这边是屏东的访寮车站，还在建设当中，算是全台湾唯一两个有旋转头的车站，访寮车站。另外一个应该是在彰化嘛，它就有一个旋转头，